甲酸和乙酸的分子结构。在碳氢氧化合物的结构中，若含有 COOH 原子团，即属于有机酸类，通是 CnH2n+1COOH。 N 等于0，即为甲酸 HCOOH， 俗称乙酸，是一种无色、具刺激臭味、易溶于水、会腐蚀皮肤的液体。蜜蜂或蚂蚁能分泌甲酸，人体若遭叮蛰，将引起局部红肿。N 等于1，即为乙酸 CH3COOH， 俗称醋酸，是一种无色、易溶于水、有刺激酸味的液体。溶于水之后，可解离出少部分的氢离子，其他大部分仍以分子状态存在，为弱电解质。